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法轮大法神奇系列节目了。大家好，雨欣好。你好，光宇好。光宇啊，首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人的一生最健康的这个年龄段是在什么阶段呢？按照生命生长的规律来讲，我觉得三十几岁是最好的时候啊，最精彩的时候嘛。对，正常来讲。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三十岁不到就出现了很多五六十岁的人才会出现的一些疾病啊问题等等，衰老和疾病提前就到来了。是，你有讲到说这个也有很多长寿之人， 对不对？是是。其实我想呢，这些当然都与他们的这个养生之道、个人的操守、道德修为呢都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吧？没错。那么怎么样才能使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的年龄段保持长久？青春常驻，我想是每一个人的梦想，真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我想会给观众朋友呢，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好，来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我叫李梅芳，再过两个月呢就满七十岁了。我是湖南省郴州市人，今天能够坐到这里跟大家来开心的在这里交谈，是我的生命得到了一个奇迹，才能够得到重生，今天才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我把我的神奇故事说给大家听，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我一样啊，有这么好的福分和机缘，能够获得受益，个个都是健康幸福，我非常幸福。我现在就讲讲我的故事。我从小呢就失去了父母，我在给别人家里面养的家庭啊，那个时候年代啊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还有劳越之苦，我不到四十岁，我身体全部都是啊，就已经崩溃了。我十八岁呢我就得了黄疸性肝炎，那个时候啊连饭都没得吃，哪有还有钱治病呢，就是等死了。那我记得，我很清楚的记得，三毛六分钱一副剂的药，草药，吃了两副药就再没有钱给我去吃药，但是我就这样熬熬下来呢，这个肝呢就留下了后遗症，就经常肝疼胀，那种难受啊就一直扛着，也没有钱治。后面到了八零年以后，自己就有点钱了，但是月次呢就重新来，不断的有病，犯肾盂肾炎啊，胃溃疡，骨质增生，类风湿，腰椎盘突出，完了呢就是脑袋呀、每天眼睛呢、青光眼看不见，那个人离开我这么就在我前面，我看不到人，我就很恐惧，我说这怎么一个一个没有脑袋啊，都是不是一些杀头鬼呢，这是砍了脑袋的鬼啊，走到很近了才看到，哦原来是人有脑袋，心里造成心理恐惧，很恐惧。那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呢，腰椎盘突出，每天都要到医院去牵引，把那个绳子吊到那里，下面牵上面牵，就吊什么样的吊，吊的牵得很难受，但当时吊起来觉得这个腰啊好像是把它绷直一样的啊，还觉得有点舒服，等你一下来了没走两步，啪又趴下去了，完了眼睛又就后面啊，这个肾盂肾炎呢每天都流血，
有一次我记得我买了12斤米，走了几个小时才回家，我先生没在家，我呢就拿一个垫子走几步，我就趴到地下，那血，结果那血流得我两个脚背。不到40岁我就生了我那儿子以后啊，就什么症状都出来了，就这个眼睛啊就不停地流泪，后面流到眼睛啊就视力也就坏了，就看也看不见。他呢完了呢，还有呢那风啊，你到处都没有风，但是这个眼睛这个眼圈它就好像那个很大的风在这个眼睛里面吹一样，好像吸风筒一样的。我的眼睛就总是要这样闭的，要这个样子，你张开一点那个风吹的就受不了啊，它就好像是一个吸风筒一样的那样。好，这脑袋呢好像没有盖子一样，是一个桶，就结了脑袋盖一样，总是空空的。我不自觉的总是要去摸一摸这个脑袋是不是有盖子，这脑袋盖怎么没了，一摸头还是有头顶的。好，在这种情况下完了就也吃不了啊，吃也吃不了，腰椎盘突出后面就鼓出这么高，错位了，错位趴就趴下来了，这会就眼又瞎背又驼，走路呢就是这个样子，还要把这个手夹住这个眼睛。为什么要夹住呢？他吸风啊，吸风吹的那个眼睛就好像哎呀那种难受，我现在都我也忘了，也形容不出来，就要把它这样夹一条缝，这样来看地，就这个样子来看地，就这个样子走。哎呀，我先生呢时间久了说久病无孝子嘛，这先生呢看到我那个样啊，我想当初我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大姑娘，先生也很帅，他就后面真的受不了我这个形象了，就说哎呀，我说老李呀、啊、你撒泡尿照照你吧，照照你像鬼还是像人吧。我听了这句话真的好像那整个心都被割掉了一样难受。我说人到了这个时候真的真的是求死不能，求生又不能。哎，你说李梅芳这个从小呢、嗯、就失去了父母，对，然后呢就寄养到别人的家里了，是40岁不到呢，又横生了一身疾病。对呀、啊，你看他，他刚才他自己，哎呀，真是又是肝病，肾盂肾炎、青光眼、腰椎盘突出，我的天，这么多病都在他身体上，这得多痛苦啊！在痛苦而又漫漫的这个寻医之路上，李梅芳他又经历了一些什么呢？对呀、啊，也不知道这个现代医学能不能够还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好，那么接着看下面的节目。我就到处求医，中医呀、啊、西医呀、啊、什么医什么土方啊，什么尿啊，人的尿喝什么东西来吃啊，真的吃尿都吃了。你说这个人求生的那个欲望，就是说求生的欲望这么大，当地的中医院、人民医院、私立医院，我已经是自便了，后面就到处求医呀、啊，就广州呢，南方医院呢是最大的医院，157部队医院呢也算好的医院。后面又听说，就是说那个河南那个军区医院，后面到那里拿药，到了1994年，就无药可治了。就是说无药可治，要我到家里好好休养休养休养。我自己也知道，就差不多了呗，休养休养就差不多，自己什么。这个脸啊肿得很吓人，你看这个眼袋啊哈，它整个就肿的，因为肝嘛肾嘛它都是肿。这个脚啊压一下就一个，可以压这抓一下就五个手指，就一个这个状况。那个有时候肿得厉害啊，这个脚那个皮的好像一抓就有泡，会流水，那个样就肿，总是浮肿，它不是骨瘦，吃又不能吃，你吃多了他还呕吐，就是吃不下去他就呕，就是那种状况。
晚年，你看，就我先生说，他说，哎，带你到那个百福公园去透透气吧，早上，就是我们那个郴州市啊，那个百福公园，有一个很大的湖，我先生就说到湖边去透透，透透气吧，这样说，他就开的我们家买的那雅马哈那个轻骑摩托，老长可以坐两三个人，后面还可以打，好，他就打到我，就到那公园去。哎，从那里走呢，那到处都是打太极啊，练这个功那个功啊，就一个很小的，两边都是树丛，延长小道吧，就往那湖边走。开始在湖边已经偷了一阵了，完了就说还到那一头有船那边那个湖那边走，一走哎呀，这树上啊感觉挂了一块好大的白布干什么呢？我就这样趴着往上一看。哇，这一看非同小可，我就一下就惊叫起来，我说老郭，法轮佛法，法轮佛法耶，我说又有佛法了耶。他说是啊，法轮佛法，我说我们去学佛法吧。哎，他说我不去学，你学吧。我说我要去学佛法，这可了不得，我说这佛又回来了。哎，你看李梅芳高兴的这个样子哈，是，就如同这个菊花在脸上绽放。哎呦，你这形容的，真的是每条这个皱纹里都洋溢着这个欢喜。真的，真的，你看他为了治病，为了求生啊，他可以说是中医、西医各种偏方都试遍了。对，连人尿都喝了吗？哎呀，结果呢，到最后什么呢？百医无效，百药不灵。对，可是啊，你看他，当他在这公园里看到了法轮佛法的那一刻，哎，你看他高兴的样子，就是刚刚我形容的这个菊花在脸上绽放。对对对。哎呀，他是不是感应到了什么呀？哎，我有同感呢。来，继续听他的故事，来好看他怎么讲的啊。好，我当时根本就没顾他什么，我把手从他手上摔开，我也不知道那法轮佛法在哪里啊，好像就有神带我路一样的。在这树，在这个坐边，在一块大布。我就从这个地方把那个树层爬开，我就从这里穿上去，没多远上去，上到那个一个坪，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二十多个，大概有二十多个，一个一个盘着腿，盘着腿这个两个手这样做的，哎，闭着眼睛，我一看，哎呀，这是不是跟庙里那个和尚尼姑似的？怎么一个一个闭着眼睛呢？还盘着腿，那手还这样做的。我这振作起来了，力气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我就一声吼的，我说，哎，你们这是不是法轮佛法呀？哎，把他们全部人都睁开眼睛来看了。哎，那有两个男的哈，就起来了，就赶快就起来了。他说是啊，是法轮佛法。哎呀，我说你们这个法轮佛法要多少钱呢？我要学法轮佛法耶。啊，那个男的他说，阿姨，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法轮佛法不要钱，谁来学都可以。他说我们师父说不能收钱，义务交功。我当时就很生气，因为在那个年代呀，这说的丑陋一点，上厕所要一块，那个广州还离谱的要两块五，少一毛都不行。啊，就我说，他就说不要钱，我就看到他，看到我为老相衰又佛又肿啊，这个弯腰驼背的还瞎了个眼。我说你们这，要多少钱？他说不要钱。这一下我就火了哈，我认为你瞧不起我，本来就有自卑感，自己痛苦到这个地步了，给人瞧不起，这是对我一个最大的打击，伤害我，我就火来了，我就指着他说，我说声音很大，我说你别跟我说别要钱，不要钱，要多少钱尽管开口，我就是要学这个法轮佛法。我说，哎呀，这话把他吓住了。他说，阿姨，他说我们师父不允许收钱，真的不要钱。哎
哎，我一看，我仔细看看这两个人，面目慈善哈，不像恶意，不像那个瞧不起、讽刺我的表情哈，很和蔼那个样子。我说那好吧，我也很干脆，那好吧，我现在就学。我说我看到他们做的呢，我说你能教我吗？怎么做？那怎么做的？他说好啊，我现在教你，你学我就教啊。我说你全部要教会我啊。他说好，我从第一套教你。哎，我说第一套还有多少套啊？他说五套功法呀。哦，我说五套功法，好吧，五套功法都教会我。他说你能坚持吗？我说能，多少套我都能。我说你教吧。他当时呢，他没有，他可能考虑我没有信心，还是考虑我怎么样哈，看到我那个样子能不能坚持，可能他也没告诉我公诀啊，或者是第一套功法是什么样啊，佛掌千说这些都没说。哎，他就是告诉我动作啊，这一个动作结印，他说了，就往台就这样撑，他后面就这样做两遍，我就记住了。他说这一套呢，就动作很多，他说就是这一套，其他的就容易了。我学了两遍，我说我已经会了。他说是吗？你做一下给我看。我忘得要。这样做的给他，哎呀，虽然你没有力气，他说，但是做的还是很标准。哎，他说，反正不到两个小时，五套功法，他要我做一遍，我全部基本做对了，做对了，他就很开心。哎呀，不，你真有缘分啊，你真的是有佛缘。哎，他说，哎，这么就，他说我们就回家吧，你住到哪里？我说我住到玉后街。啊，他就说一起出，他呢就往这边马家坪这边走，我就往那边走。来的时候是我先生把车把我拖到那去的，哎，这反正我是走不了，我平时都是走不了的。完了呢，这回呢，我先生我也没有心情去找他，我学到佛法了，我就跟他一路生风，就这样子说啊笑啊，就出去，我就没有感到我身上有病，我连我自己是驼背我都没有发现了，我根本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年轻非常愉快那种心情，就跟他说到门口就分手，我就回家了。我一进家首先进厨房，感到非常饿，拿到锅子接到水就往那火上煮面条，煮了一大碗，完了自己呢，哎呀，不知道好久好久没自己调过味了，调到这个味那个味，调到饭桌上一吃，吃了一大碗，吃得开心得不得了啊！我先生一下来，他就说：“哎呀，你真的是得了佛法啦，真的是有神啊！你今天干嘛吃那么多呀？”啊，他这样一提醒，我才想到，哦，我原来。我平时就是吃几根，就是好像吃药一样的，吃得难受。你再好的味道，我再吃就想呕，就吃不下去，再吃就胃就难受。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多面我就吃完了呢？我先生也开心得不得了。好，老李，你就天天去学你的法轮佛法吧，你啥也不用干，你就去学你的法轮佛法。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呢，我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全身的病全部都恢复了，到医院检查什么病都没有了。哎呀，李明芳学练了这个法轮功，所有的病痛全消失了，一瞬间就恢复了生命的活力，那简直是欢呼雀跃呀，这种心情太高兴了，能不高兴吗？还有这个驼背怎么好的哈，我的驼背原来是这个腰椎盘这里嘛，颈椎呢是这个样子的哈，这个地方呢它是骨质骨质增生，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个样子的，完了呢这个地方呢是腰椎盘突出的，它就是那个骨架那个地方呢长了一个这么高的坨坨，它就一坨这么大就长了，背呢就是这样，就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这里要驼，这里还要驼，就这个样子走。那天早上，那天呢，我不练第一套，我曾练第四套，法轮周天法，就越练越练越舒服，越舒服，哎，对，越练，砰，直了，这个地方就直了，我就站起来了，哎呀，这会开心的，我就跟一个小姑娘似的。我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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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哼的歌曲，就跳啊跳啊，嘴巴还哼歌，哼的那个歌曲，啊，真的是成神了，再也说不出那种喜悦，就一扭一扭跳，噔噔噔噔噔噔，就跳跳跳回来。仅仅是给我第二次生命，给上亿个家庭带来了幸福，跟整个人类带来了幸福，真的是希望每一个人都了解大法，一个是会使你心性提高，道德回升，身体健康，这个社会给社会也会同时带来福音，给家庭都是一个无比美好的。这是法轮佛法给人类每一个生命造福，希望不要失去这个连接，这万古机缘不要失去，希望大家共享。这个李梅芳呢，她发自生命深处的这个感恩的泪水。对对对，用任何语言，我想的描述都显得特别的苍白。没错，生命你看即将走到尽头，却突然间峰回路转，重获生机，这种心情难以用语言来言说呀。健康长寿，寿而不衰呢，是每个人的梦想。是。那么生活中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呢？或许呢，今天的节目呢，观众朋友已经从中得到了这个启示和答案了。好，希望我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梦想成真。好，加油。好，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再见。